发明人，使命召唤手游官方发明项目。众所周知，全稳定狙击枪虽然拥有一枪秒人的能力，但不管是单发还是连发狙，一旦打不中基本就记了。那么有没有一把极能做到全自动又能做到无后座的枪呢？当然有，那就是我们的 AK-47。 只要装上它的专属枪管，一体握把枪管，剩下全碟稳定性就可以了。最后在战场里面装上一个金垂直配件，那么你的 AK-47 就会变成这样。你们肯定又会说，这也不是狙啊。那么好，最后再来一个 4.4 倍镜，这不就是狙击枪吗？最后来看看装上倍镜的效果。